十五，这开头是代表哪一个地方？新北市或是哪里？它是不一样的代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按一下哈。FH29H 好，我们数字再来，就是二九，对，29，然后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这边来自下面0567。哇，有东西跑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、太好了，这猫猫都很棒，这可以放大一点，很清楚。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讲一下这上头有什么好的。好的，拍卖市场，我们这里是哈新北市肉品市场，来源的这个畜牧场呢是暨新牧场，然后呢畜牧场的县市昆林、石门关，好、哦。还有那个哦，乡镇都有哎、欸，昆贝乡什么伦贝乡，都写得很清楚。对，那我觉得只要被写上去的每一个这个县市的人，你起地了，他一定要很用心，因为这是主老不出兵，所以你还叫过该叫过，是因为大家一起查的在哦，昆林没呢哈。所以美凤姐，你在用这个 QR。